黑白色，一号是黑白色，然后二号是绿格，这一款很好看哦。然后我觉得它的厚薄度很适合我们台湾的天气。然后这里呢，有没有它有接一个格子的，很像一个格子的布标的感觉，就是有点就是装饰啊，装饰。然后我觉得它的领子很可爱，这就做这样子有点圆圆可爱的领子。然后前面是前扣式的，然后前短后长，前短后长，后面呢长度是有盖屁股哦。然后它的这边呢、啊、有没有都有打折，有压折，所以在穿的时候啊，它就是会有一个偶偶碰碰的感觉，自己会有那个弧度出来，所以你都不用去扎，你就直接给它这样子放下来就好了。来，编号一号来打折下来呢是1500块，来肩宽是53，它是算有点落肩，可是它没有到很 over 的落肩，它是落在这边而已。然后胸宽60，袖长47，袖宽22，衣长前面56，后面71，可以穿到 XL 哦，可以穿到 XL。然后我觉得三个颜色都很好看、欸，绿格也很好看，绿格也很好看哦，这样子。等一下换绿格好不好？然后黑色的，然后它材质呢是衬衫棉，它棉的成分比较多，所以你在穿的时候它也是算属于比较偏柔软型的。这件还蛮有型的哦。就是如果你下面如果不是配宽裤的话，你配那种合身的牛仔裤也是可以的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绿格很好看，对，等一下换绿格哦，如烟。真好听哦，好听，真的很好听。我觉得大陆的歌都有一种味道，就是会让人家一直想要听，然后一直想要听。对，嘿，啊，可是它的调调都很像，然后就刚刚也调调吼，也调调入写中中品哎。啊，我上面下山上，是不是说台北快下雪了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吗？快下雪了，美丽国耶！下雪好啊！欸，我真的很希望我们台湾的天气可以在，就是下点雪也不错哈，就是我觉得还蛮浪漫的呢。对啊，就像韩国这样子，可是韩国是真的太冷了，我是觉得。对，太冷了，那个冷到那个肩膀有没有？受不了。嘿，那之前的冰库的其中，之前的冰箱很冷，很像你把你关在一个大的冰箱里面。对对，台北很冷哦，这样好，这样好多买点衣服哦，猪猪，多买点衣服哎。对。快点，厚的有，哎，这件没有出红格，他们家就是 Rico 家的，这是 Rico 家的，他们没有红格，他们格子都是绿格，他们的布料就很简单，黑白然后绿格，他们家的布料很单纯，只要你经过他们家哦，他们的色系都很一致，没有什么红橙黄绿蓝靛紫，没有，他们家的布料都是比较素一点点的，然后我觉得绿格很好看，等一下换绿格好不好？让我先拍。如果没有穿到的颜色，可以点菜哦。台北今天好像14度哦，就那样。好，那拜登我要多滑，拜登超到7度吧，原来加了8度啊。听说这个礼拜六会很冷、欸，超冷哎、欸！这个礼拜六会很冷。这件有出红格吗？没有，我也没有啊。这件应该没有比韩国冷。我觉得韩国真的很夸张，夸张夸张。欸，最近真的有要去韩国玩的，保暖一定要做好。啊，不然你去那边免省啊，刮都刮死啊。哦，台北现在18度吧。18的量。台北现在18度下雨。什么牌子？这个是 Rico 的 ，Rico 的。猪猪说外套很软，棒棒啊。Very good 啊。Very good 啊 ，Very good 啊。我刚最近口头禅。Very good，Very good。哦，那礼拜那台南礼拜天是最低9度。然后礼拜一最低8度，然后礼拜一最低，下礼拜一最低8度，最高21。哇塞，哇塞，各
位数哎，是顾客的个位数哎，是没错。对啊，还蛮期待我们的个位数怎么样。哎，其实我们卖衣服的，其实也是看天气吃饭的。对啊，哎，希望它可以低一点，可是问题是现在没有很厚的衣服可以给你们哎，因为今天其实门市啊，有来蛮多客人都要找什么，哎，我要那个双毛的内搭，没有。对，之前叫你们买都不买。对啊，之前都说很热，买穿不到啊，现在。寒要寒吼，开始去穿衫。对，然后有些时候我就甲讲先买起来，不要紧，即马有会先买起来。对呀、啊。可能就有的人会觉得唔免啦，我有需要他来买。对，所以我就说总有一天会冷，总有一天会冷，啊、只是说早冷晚冷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冷的比较晚。对。真的一定会冷。真正会寒，好不好？真正会寒。我住桃园已经下了好几天的雨，现在头顶都发霉长菇了。今天 SU 来哦，洗出来当班都来吃。长香菇吗？长。哎、欸。真的哎、欸，我妈妈那边经常厕所，嘿，厕所有一次我进去哦，然后我就在那边尿尿嘛，两朵香菇在那个木头，对，墙角那边，然后超级夸张，竟然塞香菇，对吧？真的长香菇哎、欸，我真的还没看过，很厉害。那个缺香菇可以去那边拔，哎、欸，这样应该细吧？哈哈哈哈哈！口吐白沫，细起来，你想哪？我跳到吼，怎么有光？就讲我很瘦，谁会有光？跳头盖，我跳起来这样。那个如燕，你要带颜色哦，你要打02绿+1，绿格真的好好看。绿，嘿，你要打02绿+1，这样子系统才会入单。啊，那如果你不想打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帮你入单，好没有志气哦。哎、欸，那个小杰上来看呢，小杰，小杰在哪？小杰在哪？在手机里面。Nico 哦，小杰，哎呦，小杰，看到你上来看，小杰，小杰，小杰，如果我是男生啊，我是喜欢你这种女生的呢。对，好，哎，我蛮可爱的。我是喜欢像你这种女生的类型。如果我是男生的话，我看女生的眼光就是喜欢你。对对对，嘿，对，那要睡了。桃园一直下，给我太阳，小杰，给我太阳，小杰，刚好遇上哦，小杰，你出国没来？你到边，你该来店看一下呀。嘿呀，小杰，无买钞不要紧啦，免买。你还有在那个，你还有在那个黑什么路啊？永康吗？永康那边没有。会讲话哈，嗯、会。你在你还有在永康那边吗？你还没有在永康那边？起码结婚刚够几天啊？应该有吧？有没有长靴？没有啦，我们不卖长靴。小杰，我们自己都没有在穿长靴，你是要去对啊？请长靴，还是请乐裤吗？对。好，绿格很好看哦，来这里哦，它其实这个不是口袋哦，它就是一个造型，嘿，造型，然后就是一个小小的布标在这边，对，然后我觉得后面这样子有遮屁股很好看，有没有？然后在有有有，美容眉毛睫毛都来啦，好啦，可以啊，没关系，让你打广告，可以可以，来可以，小杰是我们之前的同事，我的眉毛就是线上这一位。线上这一位帮我秀的，对，超厉害。而且小杰之前帮我接睫毛也很好看，对，比较很日系。小杰，我还顶干他成立种睫毛，我觉得我应该还要再补色。那你补色的时候，我可以去种睫毛。他一个人怎么弄两个？好吧，一边种一边秀吗？我想要去种睫毛。来呀、啊，小杰，所以你今嘛你永康哦，无较近的所在吗？没事，你没事，我搬哦。你不可以给我搬哦，你就在永康就好。你可以近一点吗？有台南市的吗？你就给我在永康就好。永康太远了啦。不会不会不远。还是你要载我去？不远不远，真的不远。还是你载我去？哦，我多近啊！你也要让我近一次吧？你上次就很近了啊。不是啊，因为我都在永康了。好呀，因为我用头发也在台南啊。啊，那个剪头发也在台南啊，所以说收到东西了，两米耶。所以我跟你说，秀美那个在永康好吗？有点远，不要太不要乱搬哦，不要给我乱搬家。我不知道。来啊、哦，再来是我的裤子，来这一家啊，这一家我们下礼拜应该会去连线，第一次去他们家连线。对，然后我觉得他们家的味道就跟小花家有一点像，像的对。而且他们家有卖童装欸，真的没有了，来童装倒了。哎，阿婆，你刚才，因这都是真正是一，而且是童装，你有买过对不？对，他
他是我迄天穿衫，佮有穿着伊倒个口出来，童装的口，哦，够好看，都要阮查囝穿。他家就是童装哦，小小件，然后就扣比大的，就好可爱，就是亲子装。可是可能景气不好，所以他们家现在没有童装了。要不然以前他们家做童装好可爱哦，就是大人的，然后真的缩小版。对，有够高姿耶，有够高姿耶。来这一件呢、啊、是喷点。什么？没有弹性。我没有写哦。你帮我多少？你新来的。我新来的啦。新来。哦，我这个等下要做出真的是我。今仔靠两千。哈哈哈！哈哈！今仔靠两千啊。上衣没有弹性，裤子没有弹性。对，没有。连衣跟连袜都没有弹性哦。然后这一件可以穿到 XL 哦，可以穿到 XL， 这件超好看。然后里面是薄刷毛，薄薄的而已，薄刷毛。我最近我这两个嘛在穿一种刷毛裤啊。因为我们。下礼拜有没有去韩国？冰箱啊，脚不会酸吗？脚不会酸吗？什么意思？脚不会酸吗？小芳，小芳抬呀。哦，我干嘛？你刚才怎么了？你刚不是抬高吗？脚不会酸了、啊？不会啊。那我抬多久就抬多久。那你现在就一直抬着，不要给我放下来。那你们背的衣服都不看了吗？因为我昨天在家里面找自己的裤子啊，然后都是像这种仓库里面刷毛的，刚才一直抬着。小芳，你都不知道我经济独立，超强哎、欸！我平衡感，平衡感也没有很好啊。嗯，还可以。这件哎、欸，很好，不要放，我一直抬着。对，不要放啊！怎么放下来了呢？阿丽猫不爱跨沙吗？我穿了后，阿丽搞我牙哎！来这里啊，这是什么图案？那个绣那个花，对，绣花，这里有花，对，三朵小花，三朵阿花啊，两朵啦，两朵，哪里有三朵？啊，边仔下看不是一朵。哪里？是落叶落去，有落叶落去吗？我明明看到三蕊，无啦，两蕊啊，一蕊两蕊啊，这个嘞，这是 YN， 哦，迄牌子YN， 这边有两朵花，然后下面这边有用那个 YN 英文字，可能是那牌子，对，很好看这一个，然后它，我觉得它布料很特别，是那种喷点的，然后就只有一个颜色，然后超级好穿，这个腰 very good， 真正有好穿哎。你们两个很搞笑，对。哦，我就一个东西，一个豆头啊。哪要开牌啊？这啥？这我叫调皮吗？是啊，你唔得安尼安尼，我是豆头啊，你东西啊。耶耶！这是啥物事？一个东西啊，一个豆头啦。桌子啊，桌头。对，来这一款呢、啊，腰围是32到62公分，然后臀75，大腿38，小腿26，裤长82，可以穿到 XL 没有问题，很好穿，很好看，这件超级趴，超级趴，然后它的腰这边还有这一段呢，皮带的扣头哎、欸，扣洞，扣洞啊，扣洞，对，这里还有做那种皮带的扣洞，对。就是系皮带也太怪了吧？没有在系皮带。对，然后有口袋哦，然后后面是这样，两个大口袋，这件好好看。两个走谐星的路线，对啊，我们真的是谐星的路线。如烟，其实我两个私底下都屌，敢够穿的没事，私底下都屌。上衣哦，上衣是2号编号2号，喜欢的要打02绿加1，可以穿到 XL 哦。然后裤子是3号，裤子是3号，这件裤子也很有型。然后它就是做这样子宽裤，所以如果你脚真的没有很美丽的，有没有？没有很直的，骑起来穿这个很好看，然后很舒服，你真的会爱上这种裤子，好不好？那如果你真的寒流来了，很冷的话，里面你可以自己再加一个裤袜或内搭啊。可是它真的是薄刷毛的，其实我觉得它的厚度是在我们台湾是够的。好、哦、是够的，然后后面是这样，很可爱哦，这一件。要不然请再来订那个，请用内搭裤、发热裤。对了，对了，就可以穿发热裤啦。对了，可以穿到整个合身的，很像那种裤袜的那一种。对，发热裤。对，我觉得可以。好了 ，OK， 那我拍照哦。喜欢的要打03蓝加1哦，03蓝加1。零三蓝加一，这我刚刚是你的口。阿哥，你做这几种口？对啊，还是好看。啊，不过我穿过今天。我无这种后壁口袋才宽，才宽的有无？啊，不然再想去韩国啊，可以哦。好，03蓝加1，好看哦，我喜欢。后面口袋很可爱，我喜欢，超级可爱。可是我超会太大，
long 的，很 long， 很大，很 long， 很 long 啊，很 long 啊，很 long 哦。这个我觉得就是 L M 以上，就 S 来穿可能会绕口，就是 M L X L 来穿会更好看，因为这样子整个才可以这样子盯着，这样子会更好看，然后更有型。对，因为如果太瘦穿的话，你会觉得它就是有点过大。你也刚刚就是请不是请你自己尺寸的口，好、就建议 S 不要。对，有啊，我们不是有买一件黑色，啊、也是喷点的哈。对啊，好，那我们就换下一款哦，换下一款。那你有光芒吗？好像没有哎、欸，这线好短哦。所以黑什么要垮起来？你说一下啊，对啊，会有管，可是现在是够，我是说他只能再这样，他不能过来。来哦，编号来到了四号小花花衫，有两个颜色，有灰跟杏，有灰色跟杏色，然后一样是这件裤的对不？有弹对不？伊赶快是尽量这件裤的迄个牌子对 ，EVAN。来，这编号四号有两个颜色，有灰色跟杏色，然后它是小花花，整件都是那个小花花的，不是小花花他们家的，是它身上这个很可爱，然后呢里面是刷毛的，然后这件很便宜，只要1180哦。来，它的肩宽48，胸宽60，袖长47，袖宽24公分，衣长61，下摆64，有弹性哦。它里面是刷毛的，两个颜色，然后可以穿到 XL 号，可以穿到 XL 号。哇、哦，这棉絮不够好玩。对啊，棉絮都一直会飞到眼睛，然后一直都我弄不出来。对啊，因为它透明的，画没掉。对，来，我觉得这两个颜色啊，两个颜色都好看哎、欸，就是看你喜欢比较深色或比较浅色都可以，我觉得两个颜色都好看，然后觉得很可爱。穿起来非常的保暖哦，因为很轻又很保暖。这件呢、啊、S 到 XL 都可以穿，只要1180，真的很便宜哦，这件真的很便宜。然后后面就素素的，整件都是那种小花花，有没有？整件都是小花花。然后下半身呢，你可以配牛仔裤，是配像这种王牌他们叫这种裤子，比较有颜色的裤子，配起来也会很好看哦，好不好？两个颜色，然后它的下摆是做这种不收边，有没有看到？它下摆是做不收边，袖口也是不收边的，这个是故意的，不是瑕疵哦，哈，这个是故意的。然后它的领口啊，就是那种做那种螺纹，它的领口是做螺纹，哎，看。它的领口是做螺纹的、哦、所以它是有弹性哦。S 到 XL 都可以穿，S 到 XL 都可以穿哦。OK， 那我先拍照哦。前面长得一样，不要。来哦，编号来到了五号，来，这一家是王牌他们家的裤子，颜色有没有很好看？他们刚应该要换那个春夏秋冬春天的了。你看他现在出来的颜色就是比较缤纷，春啊，这个梅苔，对。有点春天的味道，对，春天的味道来了，有没有？春秋，几当归，几当。噪音吗？音准不是很好，确诊之后音准好像有点差。砍拖。来，编号来到五号，颜色呢有绿色、蓝色、黄色。我身上这个是绿，然后这个是黄，哎呦，
点黄绿黄绿的颜色，然后就是天空蓝。然后呢，它的布料啊、面啊，摸起来是有点像磨毛的感觉。然后里面没有磨毛哦，里面就正常的，里面是没有磨毛。它的表面摸起来像绒布的感觉，绒布的感觉，料很好哦，而且它整件哦，它整件你看都有撞色的颜色，你看都有车这种撞色，然后前面有两个是有这个。打折的，前面这边有两个是打折，然后你看它的下摆很好看，它下摆是有点缩下去，有点像那种农夫裤或是南瓜裤的感觉，就上面比较宽，然后下面它就是有做这样子合下去的感觉，然后有做这种皱褶，所以呢，我有把它稍微折两折起来，穿起来真的比较不一样。如果你们喜欢不一样的裤子的话，我觉得这件你们可以考虑，好不好？可以考虑。然后它的腰围呢是33到45公分，臀围70，大腿40，小腿28，长度90，裤档34。来建议尺寸，穿到大 L、L 号或是大 L 左右 ，L 或是大 L 左右，好不好 ？L 或是大 L 左右哦，哈。然后有三个颜色，看你们喜欢什么颜色。然后你看它后面很好看，这是两个大口袋。有没有两个大口袋都有车那种撞色线，颜色真的很好看。然后我觉得啊，绿色跟蓝色很好看，这两个颜色我觉得这两个颜色很好，我觉得比较好搭配，比较好搭配。然后看你们比较喜欢什么颜色都可以穿，好不好？这个很好看，然后这件只要1500块，好便宜。王海他们家的这样子算便宜耶、欸，好看，真的很好看。然后呢，它前面就是扣扣子的，扣扣子，然后后面是松紧带，它喜欢后面是这种松紧的，后面是松紧，然后前面呢，它就是用这种扣扣子的，颜色真的很好看，而且它的工真的很好，是都有车这样三条线，有没有？它都有车三条线这样子，板子真的很好看哦。然后你们喜欢的话都可以线上加一，好不好？然后可以穿到 L 号或是大 L， 没有弹性哦，它的布料是没有弹性的，好、哦，它布料是没有弹性的。然后它的车线真的都很好看，就是比较特别。你们如果喜欢黄牌他们家的裤子，可以赶快来加，1500而已哦。超便宜，那我要拍照喽。7号、8号等等，在我身上，配合你外形
一点点很像棉麻，可是是这料子很特别，不知道怎么解释。对，很难解释的料子，我们就讲它是棉好了，棉料，棉料，它的料子很脏，不会刺哦，完全不会，不会刺。然后这里呀、啊，它有半扣，这边它这里有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颗扣子，这里有四颗扣子。然后你们有看到吗？这里它有车线，这里也有车线，这里有车线，这里有车线。它是一件很有型的洋装，然后里面你要配宽裤也可以，配合身的内搭裤也可以。就是因为现在天气冷，你下面就是可以配裤子。那如果天气比较没有那么冷的时候，你单穿也可以，单穿也好看，好不好？单穿也好看。后面也有哦，你看后面这里啊，它也都有车线，这里都有车线。然后穿起来是有一点前短后长，有看到我的侧面吗？它就是有点前短后长。这里呢还有接一个格子的标，就跟刚刚穿的那件衬衫是一样的。他们家今年啊都会接像这样子撞色格子的感觉。然后我现在穿的是绿格，然后有口袋，两边呢都有口袋，有口袋。然后我觉得它的厚薄度呢也是非常适合我们这里的天气。如果冷的话，里面就是再加一件发热衣就好了，因为它就是这样子宽宽的嘛，宽宽的。那如果你就是外面也可以再罩那种短版的背心，这样子也好看。它可以当那个打底的洋装，打底衬洋，好不好？然后你看它的口袋，这里，它的口袋呢上面呢还有红色的装饰线。这里有没有看到红色的装饰线？它这种口袋呢是做有点隐藏式的口袋，就在这旁边。好，我念一下尺寸哦。来，这一款肩宽38，胸宽54，袖长51，袖宽24，衣长105，衣长105，然后有两个颜色，有黑，基本黑。然后绿格，基本黑跟绿格两个颜色，打折下来是1960哦，两个价钱都一样。然后要 绿格的话要打07绿加1，然后要黑色的话要打09黑加1，好嘞，好嘞，嘿。然后我们就建议穿到大 L， 因为它这种布料是没有弹性的，好不好？然后是黑色的，黑色的其实也很美。然后后面是接这样，有没有撞色的这种格子标，很美。它是一件还蛮有型的洋装，跟以前以往它做的这样子直直的，然后完全都是素素的那个感觉，穿起来是不一样的。OK， 那我要拍照咯。韩国今天下大雪，哇，韩国下大雪 ，very good 哦 ，very good 哦，啊，你今晚晒好爽的呀？不用啊，我们就穿我那个就好了，哦、穿那外套。贵了是吧？就这样。没，你再问是下雪怎么办？穿那件，就穿那件啊，然后就这样，抖雪就抖着，要不然就它就掉了，就这样。哦，非常好，有没有都不用撑伞？对啊。然后那帽子有没有戴着？然后雪下在那个外套上面，就这样子，背背，然后又一背。在讲
讲什么笑死。是啊，什么？猪猪，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？猪猪，我可能会被那个阿松赶回去，赶回台湾。姐，你们两个回去好了啦。你在抖什么？对啊，抖。我在抖血。然后一个我，可姐，那你在抖什么？我在抖我的同学。同学比较不好抖。嗯，换下一款了。如果没有穿到的颜色啊，可以点菜嘿。同学比较不好抖。来，我这件是有弹性的哦。八号是有弹性的。哎，我觉得这样这一套真的穿起来很瘦哦。get 线哈，镜头加真的好好看，你穿好看。我穿。哎，哦，我这个有写吗？来，编号来到了八号，这件真的很好看，这个过年可以穿。它没有刷毛，可是它的布料是很扎实的，这一件就很推荐你们买，好不好？这一件呢、啊，这一套很推荐你们买。然后它这件是颜色是白色跟绿色，我身上这个是绿哦。然后它的布料是那种很舒服，有点像网眼的那种布料，有没有？这样子近看应该看得出来。布料真的很好，就是挺挺的那种棉，然后做前短后长，然后后面呢、啊、有接格子，可是看不到，有没有这样子呢？你们才看得到。然后啊，它手袖这边你可以折起来是格子的，颜色真的很好看，它可以穿到 XL 号 ，XL 的尺寸，它的肩宽53，胸宽61，袖长50。然后袖宽23，衣长呢前面60，后面65，它做前短后长，然后后面它是有接格子，跟你的手袖一样，手袖是折起来就是格子的，而且它的布料真的非常的好哦，只要1230，只要1230，要的要帮我打08绿加一08白加一，这件真的很推，因为它的版型很适合配。下面你可以配比较有型的西装裤、皱褶裤、牛仔裤或是短裤，因为它的型真的很好搭配，做前短然后长有型的，有没有？它的版型就是一穿起来，哇，我觉得好时尚哦，就是怎么讲？它的版型比较时装，不是休闲哦，它的版型比较时装的版型，然后所以它下半身就是可以配像西装裤。版型真的很好看，好不好？版型真的很好看，这件很推，而且它不厚哦，它不是刷毛的，它是比较扎实的面料，是那种网眼布料。这件很推，颜色很好看，颜色我觉得两色都很好看，绿色跟白色都很好看。可是我第一首选我是会选这个颜色，因为它穿起来非常的白，就是很显肤色。然后这个颜色也很好看，这个颜色啊，下半身你就是可以配我这件裤子的咖啡色，我觉得可以配这样子。这样一套一套买好不好？这样一套包起来真的很优。过年就是这样穿的，过年就是这种事，就是过年的衫嘛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尾牙也可以穿。哎，我们尾牙是吃什么啊？名人坊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尾牙，我们1月10号就要吃。我们韩国回来有没有就可以吃了？哎，不是，是那个1月份的韩国回来就可以吃。这样子配一套也很好看哦。所以我觉得这件上衣啊，两个颜色都很好搭配。比较大地的颜色，比较大地的颜色，所以这个很推。上衣只要1230哦，真的很推，你们真的要买起来。不喜欢厚款的，你们就是来买这个，这个真的很好看，就是过年都可以穿，然后它是可以穿到 XL 号的。然后手袖啊，你看哦，就是如果不要折，如果你不想折的话，就是像这样，这样没有。然后其实啊，折起来会比较有型啊，折起来就是格子的话，就是会比较有型。没有，折起来会真的比较有型，好看哦，真的很好看，这个很推哦，哈。可以喜欢的话，你们就自己加，这一件真的非常的推。不喜欢太厚的，你们就是可以来穿这个，好不好？然后过年啊，尾牙都可以穿，过年尾牙都可以穿。Very good， 所以1230。现在要找那个尾牙的衣服了，对，真的。而且它质感真的非常的好，这质感真的很好。然后你看它侧面，有没有看它侧面？真的很好看，不会骗你们，喜欢赶快加，苏伟赶快加哦，苏伟最喜欢跟你耶，哎对哦，成思伟吧，思伟啊，你也是思伟呢，哦我还记得你弟的名字，我就记得好像是思伟，有一个伟，啊思伟你那不起来呢哦，那小友自在，真的吗？他在这个啊日本啊，哦、他跟你姐去日本哦，小友自在的，哦我看，全村。
吃啊，很好吃哦。同一家吗？真的，他们去同一家，全球都有，全哦。他跟你姐姐一起去啊？他们两个？三个。他妈？男朋友？哦哦哦，那你弟去做电灯泡吗？对。超大颗的电灯泡，真的哎。超大颗，很更哦，哦，非常更。哎，那为什么你弟没有带他女朋友一起去啊？女朋友好像还在上课。哦，我请问刚好两对有没有？非常好，来哦，拍照咯。好，两对。对啊。应该两个够了。你姐辛苦了。对啊，还要带她男朋友。好，他们去几天啊？十几天。十几天？这么多天？为什么去那么多天？他们要在里面两三天，哦，他们是睡里面的饭店了，贵，非常好，哎，很贵呢。反正里面还是周边的，真的哦。可是周边还蛮贵的吧？好赞哦！哎，没有，我刚才那件有弹性哦。有。然后这件裤子有弹性哦。好赞哦！环球影城。来，编号来到了十号，这件裤子西装裤，可是它就比较小一点点。这件裤子啊，就是穿到 L 号就好了。这件裤子啊，西装裤穿到 L 号，然后我跟你说哦，它很板子很挺，然后你看它后面哦，有没有很像 A 牌的感觉？然后它里面是刷毛的，它里面是刷毛的，很舒服。然后它后面呢、啊，你看它有做剪接，有没有这样子车线？然后到下面它就变开叉，很像 A 牌的感觉。那一天到这件的时候，我感觉，哎呦！那时候就穿 A 牌啊，因为 A 牌后面嘛是拢会有当下拢会做安尼。这件真的很有型哦，然后这件就是建议尺寸到 L 号就好了。它的腰围34到52公分，臀围50，大腿30，小腿21，长度84，裤档30，有弹性哦。它的布料啊，你看它的布料是有弹性的，可是我就是建议它。就是穿到 L 号就好了，因为如果 XL 就是整个会比较贴，就是可能没有那么的好看，所以就是建议尺寸到 L 号就好了。然后颜色呢有绿、咖、黑，我身上这个是黑，就是比较基本款的颜色。然后呢，它穿起来是，你看哦，它肚子这边很平，我巴肚加是白，头前伊这块我做。这一块很好看，就是它是平的，所以它我们很推荐这一件，好不好？然后只要1290哦，好，然后里面呢、啊、都是弹性的，里面是弹性的，规领都是揪短，规领都是揪短。然后我觉得这个颜色也很特别，它是绿色，有点蓝绿的颜色，这个还蛮特别的颜色。然后我觉得这个颜色也很好看，这个咖啡色咖的很美。咖啡咖得很美，不是那种什么杏色啊，或是深咖啡，不是哦，它的咖啡咖得，我觉得有点咖啡橘的颜色，就是有点带橘的颜色在里面。然后身上这个就是黑色，版型很挺，然后大概是九分，我160，然后穿起来大概是九分裤，它的版型九分裤很时髦，它这件版型就很时髦，我觉得这样搭配整套真的很好看。喜欢的赶快加一，只要1290哦，这个是十号，然后它后面也很好看，整件都是很挺的。然后先拍照了，那你们喜欢的话可以自己加，然后要看什么颜色都可以说。对，好。在东大门的楼上，他们有一些在卖小东西的，然后我们有看到这个超可爱，这一期上面菜龟宝，来哦，菜龟宝，然后只有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我们只有买五份，然后这个只要199，然后你们要的话帮我打菜龟宝加一，菜龟宝，菜瓜布好不好？这样好一点，菜瓜布加一，只要199，然后有四个，超可爱，有没有超可爱？可是它是大陆制的哦，它是大陆制，要跟你们讲一下，它这边后面也有写，5个而已，
对，然后这是大陆制的，你们不介意的话，你们再加哦，好不好？这个因为我们是看它很可爱，然后菜龟本我们家也是用这一种，然后是海绵跟前面这黑这个粗的，再撸一种丁啊，真的很可爱，那个看起来很疗愈，而且只要特价199，这个外面好像我有看到人家卖250。所以我们刚才在问到底要卖多少钱啊199就好了。对啊，就是卖199就好，因为我们只有五个人可以加。然后喜欢的话要帮我打菜瓜布加一，好不好？只有五个，只有五份而已哦。这个真的很可爱。韩国呢，很多那种微笑的东西，因为我跟阿宇也喜欢微笑的东西。我觉得微笑啊，就是你每天这样子有看他，这样超可爱的，没有人喜欢吗？我喜欢。只有五个人可以加，而且特价199。你们都不洗碗的吗？对啊，还是你们都是用那种每一台中洗碗机啊？哦，我姐姐嘛是用洗碗机。真的哦。引到他三个人了。你知道，我去那个家乐福在看那个洗碗机耶，然后先生跟我讲阿彪的，刚默默冷冷的说，有需要用到洗碗机吗？我两路路的，有需要，我讲我只是看一个尔。啊，哥，我讲真的，我姐姐买一台洗碗机袂歹，我阿就讲就很方便啊。对，这引到只要三个人了哈。那是感觉的问题，对，就是你，反正你就是可以全部都丢进去，它就是一条龙全部倒好。对啊，对，又给你塞好，然后给你烘起来，然后烘干，还可以消毒，对啊，对不对？是很棒。小朋友的东西你可以放进去消毒啊，是啊，非常赞。那你滚！对，所以我自己很想买一台洗碗机，免得我妈妈一天洗碗，有无？可以，可以。哎呦，其实我家我自己很想买一台洗碗机，哎，就是我妈妈不用在那边一起塞，有无？即讲我妈妈可能讲我出国在即，伊讲家己洗洗就好，家己洗过会使知影我敢有油油，啊，不过洗碗机就是摸袂出来。洗碗机到底是好还歹啊？洗碗机、哦，你们家有洗碗机的吗？就是果粉们，你们家有洗碗机吗？你们会推荐洗碗机吗？我好想买一台放我家让我妈妈洗，因为我们家人口比较多，然后我们每天玩很多，对，玩很多，然后小朋友的玩也很多，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水壶要洗。你们家有人有，你们家有人有买那个洗碗机在洗的吗？有没有？都没有人回答我。网速比较慢。是。对啊，真的没有人回答我哎、欸。所以你们家都没有人买洗碗机。所以应该。好吧，我们这边就全部都没有洗碗机。我真的很想买啊！我先生说，我才几，因为到这几台我这几啊。我很贵、欸，45万哦。啊？45万块哦！我看的那一台。可是不会，人家说用过的都是说相见恨晚哎、欸，真的呀、啊。嗯，打来英国，然后我讲相见恨晚。婉玲说：“我家没有。”谁？婉玲，我家没有。我家也没有。我家呢更没有，因为很想买，然后就是想问一下说，哎、欸，你们用了心得怎么样？有问姐姐，他们住台北，在中和那边，然后上次去啊，3年前，因为。疫情过后就没有去找过他们了，然后那时候去啊，本地没洗碗机，然后呢，好像是隔了不知道多久，然后去的时候，哎、欸，谁你家有洗碗机啊？因为到我本大洗碗，本大洗碗啊。好哦，那就是你们让父母洗碗可以防失智哦，真的吗？洗碗是要防失智吗？就要让它多动哦。好，那就不要买好了，那就省起来。好、哦，那我来买菜龟宝到家睡家，好吧？那你们要的话，就是还有四个可以加哈、哦。你们还要的话，有四个可以加要啊。给看回放的加，对，换下一位。好，还是什么？好啦，你买菜瓜吗？我惊我切瓜，我变剩两个。来。来，这个是我们过年要卖的，就是我们。
们这是一样是找那个麦圆，我们是一样找麦圆。来，我们的礼盒出来了，小彤彤，我们的小孩呀、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很可爱？这个是我可爱。来，有两种，然后这是我们的盒子，我们有去定做，然后一样都是我跟阿允的头，有没有？都是我跟阿允的头 logo， 对。有没有很可爱很喜气，对不对？奇异果的 logo。 对，然后这个就是要让你们就是过年可以送礼，然后这次我们是去找了麦圆的饼干，我觉得麦圆的东西真的还蛮好吃的，好吃，就是有保证啊，我们挂保证耶，尤其洗洗吃碗洗碗手眼更要专注哦，想要就是洗那个会共破的那一种吗？对，瓷碗啊，瓷碗是共破的啊。来哟、哦，然后饼干呢，我们有分两种，有 A 跟 B， 这是有两款。再看看大礼件。哎，阿黑点了啥？那张是打的歌。哦，好，来哦，有分两种饼干，有 A 跟 B。然后呢，我这个是 A 吗？我看一下，凤梨酥是 B 的，凤梨酥是 B。好。有凤梨酥的是 B， 对 B 款，来 B 款，好，你先介绍你 A， 来，我这个是 A 款，对 A 款呢，它里面有这个马卡龙，台式的马卡龙，对，然后这是什么杏仁片，对，杏仁 片，手工的杏仁片，然后还有这个杏仁煎饼，碰饼，碰饼，然后这个是那个夏威夷塔，台南的名产。真的，哎、欸，这个超好吃、欸，完全拢是台南的名产。对，这个超级好吃哦。这个如果你看较高刚的人、啊，你用麻油，你就把它压碎，然后用那个麻油滴一点麻油，然后放两颗蛋，然后下去煎，啊、超级好吃、哦。这个超级好吃，然后我觉得冬天啊这样子吃也可以，就是你把它压碎，然后里面呢、啊、它吃起来就是有点黑糖味，对，焦糖黑糖的味道，对，黑糖的味道很香，超级香。然后这个马卡龙也是哦。等一下会吃给你看，对，然后先介绍内容物，对，就是马卡龙，然后杏仁饼，然后夏威夷塔，对，然后就是四种，然后就是一盒这样多少钱？四三九，对，一盒四三九，然后我觉得就是你们一次要买两盒比较划算，我们现在两盒有做特价，对，就是要让你们包，就是可以包，可以包包加一啊，对，你可以 A B， 对，或 A A B B 也可以，也可以，只要两盒只要850，然后一盒等于425块，对，一盒等于425块，然后三盒以上一盒也是425，这个都还有红利回馈给你们哦，对。还有红利回馈给你们，然后这一盒的内容来，这是 A 哦，不是，这是 B， 它有巧克力，核桃饼，它是手工的巧克力核桃饼，然后还有这个是雪花饼，对，好、哦，雪花饼有两个，然后一个是绿豆碰哦，一个绿豆碰，然后还有两个凤梨酥，这个很好吃，这个那一天去有吃到，然后一样是就是一盒就是两个，对，一盒两个，然后这个雪花饼是两个。然后绿豆包一个，然后还有手工的饼干，里面有8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它有8片，然后这样子一盒也是439，然后你只要买两盒，有没有？买两盒就是有特价，就是850，所以你们要的话，喜欢的话要帮我打 A B， 如果要各一组的话，帮我打饼干包加一。如果呢你要 A 跟 B 要各两组的话，要帮我打饼干包加2。对，这个过年都可以送人家，好不好？送过年，对，就是送台南的名产，就是有绿豆碰啊、然后还有这马卡龙啊，麦圆的那个碰饼，然后杏仁饼，还有杏仁塔，夏威夷塔，对，夏威夷塔，对，这个夏威夷塔我们是不是上次有卖啊？上次有卖过夏威夷塔，对，然后这次因为就是还蛮多人喜欢这个夏威夷塔的，所以我们这次就是有。让他就是在加进来，来哦，要的话要帮我打饼干 A 加一，饼干 B 加一，然后要包的话就是要帮我把饼干包加一，就是 A B 各一组的意思，这样子好吗？要各一的话帮我打饼干包加一，这样比较清楚，好不好？你们可以买两盒或是买4盒，这样子可以送给你的同事啊，或是那种家人啊， 对，就是过年就是可以送礼的，送礼，对，送礼自用两相宜，滚，好，就是这样了，哦，好帅耶，好，垮没完呀，没有，我就喜
对对对对，哎、欸，这个真的真的，你们真的要加，总编亲自来吃给你们看，对，因为他们家真的是有保。挂保险诶，好不好？挂保险的。他们家生意真的爆炸好。我看了诶，我行迄间行，我三个做位去，我人内底叉咧。哎呀，生意真够好。对啊，所以喜欢的话赶快加一，而且两盒有特价哦，好不好？两盒有特价。真的。对啊。那、啊、你们吃了吗？还没。第一次啊。好，一起来喽。哎，这个凤梨酥真的很好吃。所以这边是已经配好的吗？对啊，就配好，这是。好不好？这是 A 还是 B 啊？那个有凤梨酥的是 B 哦，我凤梨酥的是 B， 然后马卡龙的是 A， 对，马卡龙的是 A 哦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说，他们家的这个凤梨酥啊，它的奶油啊是那种好的哦，是一定敢在公司咪？对，你在对待奶油，它是那种好的奶油，它不是欧贝用的，对，它是有牌子的。我还有这个，就是上次卖超好的、那个，对，夏威夷塔，什么 B 绿豆碰可以换马卡龙吗？不能，就是这个。管理我们都是配好的，配好的，对，就是这样整组整组卖、啊、这样子。你可以吃吃看，因为真的很好吃，超好吃、欸。哎、欸，绿豆碰也很好吃。那、啊、对、啊，那就可以买各一啊，你可以自己换。对，你可以自己换。然后这个是马卡龙，对，它这个鲜奶油也是用那个有牌子的鲜奶油，对，吃起来很香，是欧贝用的、哦，对，然后也不会很甜，对，不会很死甜。台式的马卡龙，对他们家其实在做这种甜点很讲究，嗯，真的很厉害，我觉得。真的好好吃哦。对，然后它上面都有糖粉，有没有？嗯、好好吃的。嗯，它真的不会让你就是很死甜的那一种甜。嗯。哦，刚你们他原作的凤饼，嗯，他坚持一定要凤饼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一定要凤饼。对，因为它是吃古早味的。什么凤饼喜气是吗？对, 对啊，因为碰饼的就是像结婚生小孩在吃的，对不对？谁干嘛用假鸡脚？因为那个真的很香，就是它很补，就爆了一熟吧，很香。里面是那个黑糖吗？还是、嗯、黑糖？黑糖。黑糖。四颗都可以马卡龙吗？不行。那个买牙真买四盒，然后立尔嘎黑四个马卡龙 KK。好好吃啊、哦嗯！真的很香，真的好香，那奶味很重。对啊，超好吃的。真的超级好吃，哎、嗯，我们要高啊！好，这边要不先加杯。好，杏仁饼很香，哦、成本最高的，成本最高的一项哦。对，这个是成本最高的，嗯、杏仁饼。对啊，好好吃哦。哦，酱都可以要配。现在这个哦，今天让下午茶可以来一个这个。我去拿我的绿茶。这个就是要配茶叶的东西，没错。嗯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对，杏仁饼超脆的，超级脆，而且它的杏仁是好的哦，嗯、因为用功的，所以它单价真的很高。对，不好意思，见谅一下，因为我们这个都有就是对啊，婉玲，我们都配好了，都配好了，对，嗯、对，因为其实这每一种的成本都很高，然后其实这样配起来，其实我们帮你配的这样子是最好的，嗯、然后我们就是建议你 A、B 都买。然后你回去可以自己换，可以换，对，可以自己换，可以换，这也超级好吃。这个其实大人小孩，嗯，老人都喜欢吃这个，哎，好香哦，对啊、你看，很脆。而且它杏仁很多哦，对，你看它杏仁很多，然后饼干只有一点点，它饼干只有一点点。像我妈妈很喜欢喝咖啡，嗯、她就是她都会买像类似像这样子的小点心，嗯、然后就是去配她的黑咖啡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是这个你要自己吃也可以，然后你送人家也可以。然后我们这次就是特别选的红色，因为过年要到了，就是大家都会去朋友家做客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去朋友家不总不能两手空空、啊、太香了，对不对？太香了，一定要先带一个小礼盒，然后这个这样子一盒439，439真的很便宜。然后439我们都还有给你们红利回馈，好不好？然后在线上加我们都还有抽精美包包，嗯，对，它真的是完全没有缝隙耶，你看，对，因为它整面全部都是杏仁呢，它完全没有偷工减料。外面卖的那一种是真的是你就上面这样几片而已，而且还摆得很疏、嗯、可是它你看哦，它是摆得很密集就算了，还重叠，
对啊，还重叠，你看它叠了很多层，有没有？对，它是真的很厚的那一种，就是杏仁饼，这个用料超扎实，所以这个成本真的很高，真的很高，对，这成本真的很高，所以这个也是你看这样子，它是有重量的，这个是真的很好吃。它一盒里面有六片哦，六，看一下，六片，好香哦。然后下一个是什么？我们来收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剪刀在那边。没有，不用剪刀。哦，好。哇塞，你看，哦，我跟你说，超香，它多厚？那个凤梨，那个酸甜的味道，你看多厚？它真的是，不是那一种，靠，拿出来就是很薄的那一种，它是扎实的，而且它的口感跟那种蓝剪剪。金贝黑起包赶快，它很酥，那个酥油的味道很香，它里面满满的馅料，那个翁来好香、其实这个蔓源它这一家，好，请问它这一间呢、到货日是何时？杏仁煎饼是六片的，到货日、六片的，对，到货日我想一下，到货日过年是1月20嘛？1月20，对，19，1月19的初期、因为这个礼盒它可以放大概21天，三个礼拜。那我们大概抓1月第一周好啊，1月第一周，真的很厚的凤梨酥，素食可以吃吗？我看一下哦。素食的话，它有蛋哎、进口奶油蛋就不是蛋，对，就是看你是全素还是蛋奶素。对，对啊，看你是全素还是蛋奶素。如果这是有你是蛋奶素的话，那这个也可以吃。对。哦、真的很厚的，或者很扎实，真的很厚啊！对不对，我都没有看过这么厚的凤梨酥哎、以及那样用料实在呢，你们就买回去吃看看，真的很好吃。我们去店里面哦，他就很推荐这一个，因为他就一直用那个试吃给我们吃，我有吃了，好，他是用这个试吃的给我们吃，然后我们三个一致说哦，好吃，而且它不是很酸的那一种，微微而已，因为很酸的凤梨酥我觉得没有很好吃哎、就是要微微酸，好香啊、一点点酸甜最好吃，好香哎、而且它那个奶味好香哦，那酥皮是那种不是干的哦，它比较淡淡，湿润的，它有点淡淡。它而且它那个、就是那个奶味会跟它的酸是融合在一起的，然后它就是很合啦，不会很强烈，不会，就是很 miss， 那个 miss， 对，而且吃起来其实不太会腻一样，没错，这个也很贵，他们的凤梨酥也很贵，其实他们家的那个什么。那种原物料都是用好的，它不是真的是叫那种便宜货来做，所以他们家的成本真的很高，所以你们这样子看，你们会觉得说，好像没有什么，对不对？其实这样成本很高、这样成本真的很高，然后这盒子啊也很贵，我们定做这种盒子也超贵的，对，因为这盒子是我们自己定做的，然后上面有我们的 logo， 这样盒子是我们自己定做的，像这样子的礼盒也不便宜哦。对啊，然后这个还要礼盒要100块，对不对？然后还要请人家印这个，对，印我们的 logo。然后我们就是帮你们挑这个红色的，就是有没有过年快到了，就是要让你们送礼用。对，本来是要看蓝色，然后那个阿宇说啊，一定要红色的，对啊，一定要红色的。那人贵，你也修蓝色哎，对不？因为蓝色是很像中秋节的、有点。一定要红色，红色真的比较喜气，人家收到东西，感觉很好，没错。然后再来是手工的巧克力什么？巧克力脆片、核桃饼干啊，巧克力核桃饼干。那是蚊子好大，真的吗？然后这个也是厚的呢，对啊，蛮厉害的，超厚。这也是厚的，然后这个里面有核桃，有八个，有八片，对，八片饼，有八片哦，有八片。然后你看它也是这种，你看大概有高快2公分，可是其实它有大小啦，就是他们手工做出来，他们在切有大小不一样。可是你再看哦，几乎每几乎都是每一片都是厚的，对，只是说他们会大小不太一样，对，还是手工的，对，手工的，对啊，几乎每一片也都是厚的。我这间是那个台南在地40年老店，对啊，40年老店。哦，那里面还有这个什么核桃啊，这个。很大、很大的那种核桃，超大颗的核桃，然后你看它剥开，里面都是有核桃的，就是夹在里面。哦，好香哦。对，然后你看哦，你看你剥每一片，你就是真的都可以看到核桃。对，不是整个都是面粉
不是这种粉类而已哦，它核桃用的很多，而且它不甜哎、欸，对、嗯它不甜哦，它是外面一圈巧克力的，所以说它里面巧克力不会说很就有点综合过去，对不对？没错，不会说吃起来很腻。不会，我觉得他们家就是很耐吃，对，你就会一直吃一直吃，不会说吃个两块哦，拔起来，哎呀、啊，不会，他会让你一直吃一直吃，好香啊！那这个真的建议你们就是真的各加一盒啦，各加两盒啦，因为要送人家，你自己要吃啊，而且买两盒比较便宜呢。对，阿姆就是两盒两盒一个。料好实在，真的。猪，我跟你说，你可以买来试试看，你可以送你的同事啊、家人都可以，或是你可以给你妈妈啊，有没有？自己的妈妈送同事，婆婆也可以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同事也可以啊。那手工饼干看起来很有诚意，对，因为真的很厚。我故意用薄薄啊，谢谢婉玲。哎，你们喜欢真的在线上加。因为你们在线上加才有抽奖的机会，那线下加也是可以啦，也是可以，你们就可以先去算一下你们要的数量，对，然后再来后台加也是可以。那我们这个收单到什么时候？办到十二月底，然后那个十二月底啊，对，到十二月底呢，到十二月底，然后十二月底再跟那个他们说吗？对对对，就是我们一月初跟他们订，然后一月初跟他们订，然后他们大概一周内就可以出货。好，一个礼拜内。好。对对对，我们就是一月的第一周出货这样。好。对，这样你们过年就可以拿去送亲友。对啊，对，真的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你们就吃吃看，你们的亲人都会很喜欢，好不好？就限量的，因为这个就是那个盒子，我是有订150个的样子。对。是限量的。限量的哦，所以你们要的就是先数一下数量。然后可以私讯小帮手，对对对，看你要几盒，对，然后一定要买两盒以上比较便宜，比较划算，真的不要买一盒哦，买两盒以上哦，对，卖完就没了，对啊，真的，碰壁大量的，而且它碰壁超漂亮，它真的很大颗哎、欸，它比我的手还大，超大，然后又碰，来，有没有比你的脸大？应该没有，因为我脸更大。起来，干嘛挖洞给我跳？哎，大嘞大嘞，啊，阿伯，领导来嘞。哦，差不多，他小脸，他小脸，对对对，对啊，你看我的脸那么大，怎么办？我还银碰壁啊！哦，对，我是那个银碰壁，我银碰壁啊！哇，这是那个台南古早味碰壁，对对对对对，古早味。然后这个就是你要这样子吃，就是把它剥开吃，可以。或是像我的习惯，我都是这样，我用咸坑里来带，哦，把它戳破。对，像我的习惯就是我都会这样子压，这样把它压有没有？然后里面就是像这样。一几片几片啊，那料有没有？然后我是喜欢吃底下，对，因为底下料比较多，底下就是黑糖，对，对啊，没有满满的，完全都没有，都没有没有的，你看全部都铺得很均匀，而且黑糖的味道扑鼻而来，超香，你这样铺，嘎用个破啊，那个香味就出来了。你看另外一片也是这么满，超满，然后这个这样子吃是一个方法，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讲的，他搞刚的人啊，你如果想要，如果离开拎背，你就是手，阿斌，阿斌，没礼貌，没错，雅珍，没礼貌，等等，大多了好不好？大很多，不要这样嘛，很多很多，你这样大家都会知道我的胸部比旁边还小，这个比他还两多两个 cup。没关系，你们先聊，他聊不下去了啦，他怎么在他面前？我总编一个没行照、啊。我先讲一下它的口感，嗯，它这个中间是湿润的，我之前有吃过那种的，是用碰边，然后加是顶哎，就它里面这个黑糖它是很硬。我觉得不好吃，然后它刚才我咬下去，它中间是软的嘞。对，然后我刚才说，就是你另外一个方法，嗯，如果冬天，你就是自己呀、啊，开搞钢一点嘛，你就是开一个火，然后用一点点嘛，你就可以买一种蒸，两个种蒸，对对对，然后把它一样样压碎，然后上面 cut 一两或两两能，安尼，然后就去蒸，好吃啊，嘿。都可以安尼蒸蒸蒸，然后滴一些麻油。我跟你说很补哦，就是有啊，就是你手脚冰冷，你懂害羞了，对对，手脚冰冷的人，你就是这样子吃，你多吃个几次有效哦，你身体会热热。好热哦，你看，它是这样子的，你看哦，你看它是这样湿润的，对，它真的很好吃，很香很香，它是湿润的哦，是台南正宗古早味的，好，哎，你看银刀，怎样？我们会喜欢蔓元就是这样，因为他们就是真的是架杠的
真叫实在诶，因为是这几点面包为主诶，而不是说我们想要给他卖这个，他直接做给我们，不是，我们是先拿他那边他在卖客人的，他就是做这样了。重点我们喜欢卖他是因为他老板娘很好，对，他老板娘人超好的，然后里面员工也很好，每个人都好有礼貌哦，真的好香，然后去的时候都一直叫我们，你吃看嘛，你吃看嘛呀，我这里等你吃有没有？哇！真的，我怪人生意咧好，真的好好吃。他真的很好吃，他生意真的是没有断过的呢。对啊，他那个门是一直叮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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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是软的，他们口碑超级好。嗯，好吃哦，好好吃哦。嗯，好个胖个胖。嗯，好好吃哦，好香。而且重点是无刺激的，所以买起来。嫩诶，哈哈哈哈哈，嫩诶呀，超好吃，这个赶快加哦。对，还有这个我喜欢，这个我很喜欢。嗯。然后再来是这个比会中万最神跟美会烤肉酱，这是雪花饼，嘿 ，Q 饼，你叫 Q 饼 ，Q 饼，这个是 Q 饼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没有带那个包子，嗯，好吃了，哇，这个 Q 饼真的也是用料没有在客气，超级 Q， 超 Q 的，真的没有在客气的这种用料，真的。它一剥开，里面都满满的料哎、欸！哇塞，哦，哇塞，你看，它这个是那个啥，葡萄干哦，葡萄干，然后它是用那个棉花糖，然后还有那个蔓越莓，里面还有蔓越莓，有没有？你有看到蔓越莓？然后还有那个什么饼干啊，也饼干压碎，对，它有放那个饼干，然后你吃起来那个口感才会有点脆脆，软软脆脆，香香的，然后又酸甜酸甜。嗯哦，我真好吃哦！鬼头，东西变 U 啊！哎，高铁没来啊？它是 Q 的呢，嗯，好好吃，这个好好吃哦！它是 Q 的哎、欸，这个真的会，这个你，这个真的好好吃，它是 Q 的呢，对，嗯，哎，改，安尼爽，对，对对对嘛，对，脆脆加黏起，没，这不会粘牙哎，好吃、哦，不是麦芽，这不会粘牙，它是用那个棉花糖的，可以，这个真的好好吃的，对。嗯，要 Q 啊！里面料超级多，这个真的挂保证超级好吃。对，说真的，它也不会很甜诶、欸，不会。说真的，它也不会很甜、欸。嗯，而且它这个是里面有两个，我们放两个、一盒里面有两个。对，这个也是成本超高的，就这样而且大片哦。我跟你说，银刀真正以前做高，嘿，有无？他们用料就很实在。以前我朋友在家小小小 小的，伊个较薄一点嘛。可以讲吗？嘉龙拍谁啊？可是就要用一个比较，比喻一下。以前我一个朋友啊，对不对？以前我朋友在做的是比较小，小一点，薄一点点。他这是大的，银刀金酱大的啦，嗯，银刀金酱大的，哦，真的很好吃哎、欸，高特价，高赞。哦，这个杯棍哎，我感觉好大颗，好饱满哦。对，然后里面的蔓越莓好好吃哦，嗯、它就是要用酸甜酸甜。好吃哦算啊！如果你们啊那雪花酥是在 B 哈，在 B B 里面，对，在 B 有两片， B, 对 B 盒里面有巧克力核桃饼，然后凤梨酥两块，雪花饼两块，绿豆碰一个这样子，它是 B 的组合，然后 A 的组合就杏仁煎饼，然后蛋哦豆塔两个，台式马卡龙，然后碰饼一个这样子。真的很好吃，超好吃。对，绿豆碰还没吃。绿豆碰绿豆碰。哦，绿豆碰是 B 里面成本最高的。对，真的很贵。哎，上次有吃过绿豆碰吗？没有，第一次吃。对，上次没有卖过绿豆碰。上次是那个蛋黄酥吗？对啊。哇，然后它一样都会上面都会瞪你那个麦圆logo。好多料啊！哦，超大颗，好重啊！超大颗！哦，银子酱用料够实在，很重哎！帮我拿盒子一下，好，我帮你拿。哇，这颗我看一下几公分。好，来看一下，
八公分诶、欸。八公分诶、欸。然后宽诶宽，它、啊欸、的厚嘞厚厚。厚大概有六公分哦、喔。五公分、欸。大概五公分。五公分。要修。四到五公分、嗯，超厚。他们真的是。真的不简单。嘿。哇。哇。哇，这里面也太多绿豆了吧？好满哦、喔。太厉害了！太厉害了！哇，料多实在，这超扯的，超夸张的，夸张了，大家少少，超夸张的，你看里面满满的都是绿豆馅呢，好香哦，哎、欸，好香哦，好香哦，我们一人一半，好香哦，妹妹好，妹妹好。不好意思，梅都帮你吃完了。没事。对啊。旁边还有啊。梅拍起来都给你吃了了，我好像没给你分离。好香哦、嗯，而且你看它不是空心的呢、嗯，它不是里面是空心的，它捏下去全部都是扎实的。而且重点是它是湿润的，因为打打来之后它是湿润的哦。要死了，怎么那么搞刚啊？哎、欸，这个买到你们还拿皮尺量？对呀、啊，两针。哇，搞刚了，就是要量给你们看，它真的很厚，有没有厚？真的厚。然后，因为有的人会觉得，哎呦，这样酥饼一点就搭，没有，它是湿润的，它是好吃的哦，一起单打没感觉，因为用葱，因为用不包单打没对吧？泡面，它是湿润的，就跟泡面一样，哇 ，Oh my god， 好吃，嗯，真的好好吃哦，大家快加呀，婉玲。真的赶快加，因为真的很好吃，我们真的很推荐麦源的饼干，就是他们是做这种西点的，所以他们真的很讲究，所以他的用料啊，像奶油啊、面粉啊，他们都是用好的，或是那种日本的面粉，或是日本的奶油，或是比较好一点的奶油，因为是欧贝泽哎。下次，给我加一杯无糖绿豆。你又不喝无糖的？我喝无糖哎、欸。你喝无糖？你喝无糖？你喝无糖？对，我喝无糖哎、欸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然。要怎么加？来哦，两米，阿杰。那应该剩下那个夏威夷糖对不对？来，就是我们一盒400439，两盒只要850，所以两盒比较便宜。然后呢，要的饼干要帮我打饼干 A 加一，或是饼干 B 加一。如果你们要包，就是两种都要包，帮我打饼干包加一这样子。包加一，对，包哦，不是包包哦，包鬼。是包起来包，我然后最后是这个夏威夷塔，这个就是上次有卖过，这个也很贵，对，这个超好吃，超赞，上次的第一名，嗯，真的，上次第一名是这一个，对，然后所以这次我们又把它加进来，对，这个超厉害，它用料也超实在，对，然后那个里面的那个豆子啊都是很大颗的，没错，都是有挑过的。然后像这边挑的都是可以常温保存20天哦，21天，常温保存21天哦，对，常温保存21天，常温 对，这样子有没有看到？惊死，有多粒不？超厉害！哇哇哇，十几颗，真的，十几颗哎、欸！哦，他们的那个夏威夷豆真的很厉害，很大颗，对，那、啊、你看镜头有看到吗？而且。它其实 吃起来不会太甜哦，不会，我觉得他们家的东西真的没有很甜，对，就是真的微甜而已。他们其实也是还蛮适合长辈吃的那种，嗯、就是长辈们在那种茶余饭后的甜点这样。没错，你也不可能都没有甜啊，也要一点点甜，可是它的甜是让你是可以吃得下、可以刷取的那一种甜，不是死甜。真的不会说什么吃完后的糖尿病什么的。对啊，不是死甜哦。哦、真的吗？因为黏，就是上面有那个麦芽，对、啊、对, 对, 对，它上面有那种麦芽，它的这个果粒芽上面全部都有裹那个麦芽。哇，好吃！嗯，天哪，而且它下面的饼皮也太好吃了吧！真的，它很香哦，好香哦，嗯、很酥脆。它这个塔皮超级脆，对，这个塔皮非常厉害，非常厉害，脆脆香香。有这种塔皮很像那种西式甜点的。那种塔皮，什么柠檬塔、啊、那种，明板旗，对对对。要吃吗？不要，没吃。你不吃吗？嗯哼。那饼皮，对，好吃哦，好香哦。对，好好吃哦。它这个就很厉害。明板旗越加，喝过几遍。
不是不是，这是那个麦园，就是麦园，台南的麦园，台南的一间四十年老店麦园，对，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很推哦，真的很推。哦，做的那家也在，哦，也在台南的、哦、啊，怎么没有看过？平板型，在东区，在东区。哦，哎、哦欸，我在旁边，我这边也在东区，也在东区哎，搞不好在隔壁。真的、欸、没有啦，不一定啦、哦，开玩笑的。哎、欸，其实我们这边去东区很远哎、欸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哦、超远哎、欸！我这样骑过去要20分钟，二十五，对，大概半个小时，很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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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什么？粉圆，你要吃粉圆吗？粉圆，很远，而且粉，然后车子很多，对，车子超多，对。哦，他饼皮很棒。你们今天是黑派的吗？对，真的。因为那个是前夫哎。有没有像一对的？对，像情侣。念太全黑了吧？邱贤甫啊！哇！等一下，就是你不要愧我，你不要愧我。嗯、好吃耶，这个。对，这个真的可以加哦。嗯、啊，你们就可以算一下，你们大概需要几盒？对对对，直接送你。对啊，有没有？然后我们就是订到十二月底了，对不对？嗯。预购到十二月底。对对对。对啊，十二月底我们会结单。好吃哦，好吃哦。嗯，那个。很推很推，他们家的饼干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就是湿润型的，不是那种加了，哎呦好硬哦，好干哦，完全不会，没错，完全不会哦，所以你们喜欢的赶快加，好不好？喜欢的赶快加，买两盒比较便宜啦，没错，对，买两盒真的比较便宜，两盒以上都很便宜。哎、欸，相信我们呢、啊，我们不会、啊，我们不会去找一家生意不好的来卖给你们，好不好？他们家真的是有口碑的，对呀、啊，哎呀、啊，人超级多，嗯。这边拍照吧，这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拍了，有拍了，有拍了，也吃完了，对，这要拍那个春诶，拍完了，我们都拍完了，那个、今天都已经拍完了，这个就是要留着今天播，要不然早就被我们里面小帮手吃掉了。对啊，假料料啊，我打个用就是做笑球加我技能 K 啊来这边，超好吃，我就说不行，我们今天要拿出来吃，这雪花饼也好好吃，就是它是 Q 的呢，也、嗯、口感是 Q 的呢，这每一样真的都是精心挑选的，嗯、对啊，包你包喝起来。好、哦，好，那你们自己加哦。好，那换衣服了，换衣服了。耶耶。然后就希望你们可以支持一下我们的斜杠人生。斜杠。斜杠。对，我们的正业来了。我们的正业来了，正业就是衣服。然后那个是我们的斜杠人生。真的。对，斜杠哦，非常杠。没错啊，就是要让你们有没有吃的、用的、穿的。都要给您抓住你们的心呐、啊！对啊，抓住你们的胃，对，有没有？我想要抓住你的胃。凤饼还一颗哎、欸！哎、欸，还有一颗哎、欸！凤饼哎！我可以等下再抹油。好啊，赞哦！Very good, good, very good。好，来，再来是我的套装，休闲服套装，跟上次那一套好像哦。对，可是上次那一套比较没有帽子，上次那一套没有帽子，欸啊、比较圆领。然后上次那个是薄款。这次是刷毛款，刷毛款啊，刷毛的来啊，刷毛的来啊，来啊，这边请去运动，别去走路都没事，走路。哎，请问有副纸袋吗？有，有纸袋，哎，纸袋没有拿上来哈。哎，对，哎，在那边，在那边呢。哦哦，有哦，都有副纸袋呀。这样子，你们收到是这样，有纸袋，拍摄刚刚都没有说到纸袋。对，你们收到的纸袋是这样。然后这个是会换吗？不会啊，就这样哈。你们收到的纸袋是这样，然后它颜色你看有没有很高级？红色，然后配金色，有没有很高级？高级的，高级的，你这样提出去多有面子啊！然后就是这样子哦，你买两盒，一盒就是一个纸袋，一盒就是一个纸袋，然后你们收到就是这样，然后中间这个啊，就是会是我们的 logo， 我们会是我们的 logo， 好不好？质感很好，这纸盒还有纸袋质感都是好的，这个很贵嘞、欸。对、啊，这个这样叫做要有一个量，欸、然后又还是八婆嘞，又很贵。对啊，其实每一样真的都是成本。对啊，每一样真的都是成本。打很多爱钱呀、啊，真的打很多爱，嘎嘎起来有无？我们的利润真的好薄，嘎嘎起来，嘎嘎嘎嘎嘎，然后盒子。然后什么一些有的没的、啊，然后我们现在有开发票，对，哦要死了，那税金都是钱，那税金其实很重，然后都是钱，真的都是钱，其实这样，你没送吗？你
现在是砸我的台，不爽有没有？卖那么便宜。其实加一加，我们那天跟总编，我们三个在那边算那个成本，其实加一加剩的利润，我们真的很薄，真的一点点而已。然后你看我们里面还那么多人，对啊，然后可是我们还是坚持说想要做这一块，就是我们的斜杠人生，对，斜杠，就是想说，做品牌，对对对，品牌，我们知道品牌以后你就会想啊，桂林啊，奇异果怎么样？哦，没错，中秋节奇异果，对，我们就是会不定时会推出像这样子的礼盒，对呀、啊，然后希望你们可以支持我们这一块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就是尽量一定会算你们便宜，一定会算你们便宜的，然后这是尽力一定会找好吃然后好用的介绍给你们。OK 啦，我的休闲服哦，颜色有灰跟黑两个颜色，灰色跟黑色，灰色跟黑色。它就是一套一套，没有分开卖，一套一套，然后一套呢就是750，有没有很便宜？750，而且还是刷毛的。来哦，肩宽56，胸宽62，袖长52，袖宽23，衣长63，可以穿到 XL 哦。哎，裤子我看一下哦，裤子的尺寸有在上面吗？对。裤子我拉一下，没有，我们穿到 L 就好，因为上衣可以到 XL， 可是裤子只能到 L。56啊，可以到56，可是我觉得它没有很弹诶、欸，它的弹性没有到很 Q 弹。我们抓到 L， 好不好？我抓到 L， XL 穿就是合身，看你可不可以接受 XL 穿合身，然后里面呢、啊，它就是整个都是刷毛。短刷毛，短刷毛不是长拢的，不用坐飞机啊，不是长拢的，它是短刷毛，是舒服的，是亲肤的。然后它的下摆呢都有松紧带，可是完全不会勒，它就是一个造型，然后它只是让你有一个碰碰的弧度出来，然后有帽子，有帽子，晚上要出去运动的时候帽子戴起来，有没有？啊嘞，跑路，糟了。然后有抽绳，有抽绳，后面是这样，然后有口袋，前面还有一个大口袋。喜欢的要打11黑加1，11灰加1，打折下来才750，真的很便宜。上面几套了？对，一套750，还给你们红利回馈。然后有灰跟黑，有灰色，如果不想要一身黑的人。你就是穿灰色，灰色也好看，或者是买两套，你可以灰上衣配黑裤，有没有？可以这样子搭配，可以这样子互相搭配。然后裤子呢，它是做直筒的哦，它是直筒宽裤，直筒宽裤没有口袋，因为口袋在上面了。好，用衣服的口袋就好，裤子不要用，不然太多口袋很奇怪啊。对，然后后面也是没有口袋，没有口袋。然后这个啊，其实 CP 值真的很高，你可以一套一套这样子穿回去，你可以这个配你自己的牛仔裤，这个配自己的棉 T 都可以的，好不好？一套750而已，喜欢的赶快线上加，线上加，线上可以抽奖，线上可以抽奖，那我拍照咯。我们很厉害，对，好强哦，小姐，阿云欧弟，好，欧弟好了，换后面，可是后面就谢底了，没关系，那个把我剪棒，这手可能就不行了，好，没关系，就这样拿就可以了，不要，这样，好。好 ，OK， 好，哎、欸，这个料子是很舒服的哦。然后加乖，怕冷的人，你就是可以来加一套这个。然后你要当家居服也可以。然后里面就是这样子刷毛，穿起来是亲肤柔软，完全不会刺，它真的触感很舒服，很舒服，好不好？然后面料是棉，面料是棉料 ，OK。那我们换下一款喽。整套都是铺棉的，对，来，我身上这一件
颜色呢？背心有三个颜色。哇，它是什么事？有没有很特别？这个很像三叉一生的，很像三叉一生的那种感觉。然后这次啊，皱皱一啊，他们家的这次有做铺棉，就它里面哦，你看它都是铺棉的，哎，很保暖呢，小棍棍哦。然后重点是它轻，很轻，颜色呢有咖灰黑，有咖灰黑。然后呢，它的布料呢，来，这算有弹性吗？有，有，所以它是有弹性吗？这怎么没有？算没有黑，它是那种。布料没有弹性，它是很像，不是吗？就拉不起来。对啊，那到底要算有弹性没弹？微弹，微弹。好，微弹。好，好啦，就有弹就对了。然后它就是非常保暖的一件背心，我今把后边小滚滚，就是它整个都是铺棉的，而且它是很像三叉一生的那种，很像他们的 feel。然后喜欢像比较不一样的，你们可以来买像这一种的上衣。它是铺棉的坑条的背心，整件是有弹性的哦，它是有弹性，然后有口袋，有口袋，非常的保暖。它是铺棉的材质，铺棉的皱皱衣。它之前我们有卖过，就是那种像皱皱衣，然后是没有铺棉，然后因为现在是冬天，他们有做铺棉的裤子，也是一样，都是铺棉的哦。这一组就是阿敏上次有穿那个预告，他有穿。我甲讲，哎、欸，你穿这条足好看嘞，好适合你哦、喔，很有质感，对，超有质感，而且好热哦、喔，真的很热、欸，真的很热，因为它整件都是铺棉的。然后这件呢、啊，来我念一下，来，它的肩宽34，胸宽50，然后袖宽23，衣长60，下摆48，有弹性哦、喔，可以 S 到 XL 都可以穿 ，S 到 XL 都可以穿，好不好？然后颜色呢就有黑、咖啡，有黑，然后咖啡，还有灰色。这个灰也很好看，质感也很好哦。有三个颜色，价钱是1320哦，真的很好看。这次是比较特别，好不好？你们如果想要找比较不一样的，你们可以来看这个，质感真的很好，好不好？三个颜色哦，三个颜色。那我先拍哦，好。百褶的裤子、哦、真的很特别，然后里面是铺棉，因为里面是铺棉的哦。Good， 这件真的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，就是它是比较不一样的皱褶裤，整件都是铺棉的材质，所以怕冷的你们就来买这个，真的很好看，很有型。然后这件尺寸呢，来我来报一下哦，这件的尺寸腰围33到58公分，臀围72，大腿38，小腿38。长度85，裤档32，它是没有弹性的，它是没有弹性的，无弹性。然后它只有腰尾这边是有弹性，所以它是可以穿到 XL 号的。这件真的很有型，你们可以来加，而且它不贵，它一件只要1450，一件只要1450，超便宜的。这个就很像三叉一生的，有没有？三叉一生一件到10000多，这个不用，这个、只要1450，有没有？然后颜色啊，我觉得黑跟灰都很好看，黑跟灰都很好看。然后喜欢的话，你们可以直接在线上加一，好不好？这个真的很推，而且好便宜，然后1450 ，OK？ 有人喜欢吗？那么冷，我赢了。对啊，太安静了，今天是怎么了？然后喜欢的话，你们就自己加哦。那我先拍照，好不好？喜欢的话就自己加，赶快加，好不好？好嘞，很有型，超有型的，超有态度，没错。贵妇的意思，对啊，贵妇啊，不是贵妇，贵妇啊，手不要擦，
边都有做那种大口袋哦，两侧哦。滚！哦，琼英爱你哦，琼英。这一件真的，你们喜欢的话都可以加，因为真的很好看，这个真的很好看，重点是它很便宜，重点是它很。很喜欢穿全黑耶、欸，不像我，我有一阵子哦，超喜欢穿全黑。现在都是亮色。对啊，我现在就是亮色，会变，人会变啊，对不对？人会变。哎、欸，背心先吗？来，再来背心款，两个颜色。然后这一款背心呢、啊，这一款背心两面穿，有没有很划算？两面哦，它可以两面穿，然后有黑跟白，黑色跟白色，来这个是白色，白色，然后它一面呢就是这样子，珍珠毛，有没有摸起来是珍珠毛的材质？然后有口袋，然后它的特色呢就是领口。拉链这里整个下摆都有滚边，然后白色呢就是滚杏色的边，白色滚杏色的边，它穿起来很保暖哎、欸。前两天在楼下有没有有点冷，这件可以看它套起来哦，好温暖哦，整个背整个都是修起来，然后这是白色哦，白色，然后它另外一面呢，来这一款啊，打折下来是1680。肩宽40，胸宽49，袖宽22，衣长57，然后我们就抓到 L 号就好了，抓到 L 号就好了。另外一面是这样，滑面布料，有一点点很像那一种，很像那一种刷刷刷的那一种布料，可是它没有到那么的刷，有没有？另外一面是滑面布料，然后上面呢、啊，因为它中间有棉，所以它都是有车这种菱格纹。它的拉链呢也是双拉链，就是这一边也可以拉，另外一面也可以拉，它是做双面的。来，这是另外一面，如果不小心这边弄脏了，赶快把它反过来再穿，有没有很划算？没有，后面是这样，后面是这样，然后你就抓到 L 号哦。那如果你是穿这一面的，它里面就是没有口袋喽，没有口袋，没有口袋。然后它的拉链双面的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可以这样，也可以反过来两面穿，两面穿。来这一件打折下来是1680哦，1680。然后这个是白色，然后还有黑色，黑色呢的滚边也是黑色，所以呢它就比较低调一点，白色比较亮，白色比较亮，因为白色的滚边是杏色。来黑色。黑色很轻哦，材质很轻很轻，你们看这种珍珠毛啊，是不是会觉得说有一点重量？不会，它是轻的，它是轻的。那我觉得这个没有帽子的，就是它是这样子圆领的，这个很可以，就是配有领子或者是帽 T， 把帽子拉出来可以用来搭配，好不好？用来搭配，然后有口袋哦，有口袋，拉起来给你们看，啊呢，整个拉起来也是可以。那我们就是抓到 L 号哦 ，L 号以内再买，好不好？然后黑色的另外一面，黑色的另外一面。黑色的这个这一面好看哎、欸，它就是有点亮亮的，可是就没口袋，缺点，因为它里面就是没有口袋。要口袋的话，你就是要穿这一面在外面，有没有？它就是有点亮亮的，因为它里面这个布料啊，就是有点很像那种防风布料，防风布料的材质。
然后上面这种菱格啊，菱格车线都是很明显的，很美。这件很好看哎、欸，来1680哦，1680，喜欢的自己加，喜欢的自己加哦，1680，1680。然后这一款是编号14号哦，14号，喜欢的要打14黑加1，14白加1。来，再来下一款编号15，编号15，来。编号15来这一件啊，它的材质是薄棉，薄棉料，薄棉料。来这一款呢，打折下来是1100，1100。它的下摆有没有很好看？你们自己讲，它的下摆有没有？它的下摆是有造型的，然后后面呢比较长，后面比较长，前面比较短。它的下摆很好看，来这一件可以穿到 XL 哦。肩宽41，胸宽59，袖长56，袖宽25，衣长58，这一款你可以单穿，然后天气冷的话，你外面就是可以加外套或背心。重点是它的材质很棒，它的面料是高级棉料哦，这个是洗的不会变形的那一种棉，然后是这一间的，这一间。它的质感真的超级好哎、欸，然后我觉得过年快到了，你们真的可以来一件桃红色，而且这个桃红很美哦，它不是那一种亮桃红，它是有点偏比较暗色一点的桃红色，这个颜色其实穿起来很好看，等一下换这个颜色给你们看。重点是它的下摆这里啊，有加宽，加宽车线这里有加宽，所以我觉得它的下摆做得很美，因为它加宽这一块啊，它穿的时候才会有这种垂坠度，有没有？这个线条才会自己出来。然后后面是这样，很美这一款，它是属于有造型的棉 T 哦，有造型的 T， 有没有？那你要配宽裤也可以，配你自己的牛仔裤也可以，配合身的牛仔裤也可以。然后颜色呢，就是绿色跟桃色，绿色跟桃红色。喜欢的要打15桃加一，15绿加一，两个色，这好好看哦。那我再换桃红色给你们。面料超好的、欸、然后我觉得就是可以让自己的衣橱有没有颜色选缤纷一点，有时候有重要场合的时候想要穿亮色一点的才有衣服穿。来，我现在这个是桃红，桃红也很好看，有没有？桃红也很好看，然后手袖可以这样子稍微折一下，有没有？桃红很美，这个整个是可以穿到 XL 的哦，然后它的面料呢是有弹性，可是是没有到说很弹，因为它这种面料是扎实的棉，你看扎实的棉，所以你在洗的时候它不容易变形，真的不容易变形，这种面料是好的。要不然其实像这样子素面造型衫一件1100，这个它就是贵在它的面料，它的面料是高级棉，然后摸起来是超级舒服的，这种是完全不会起毛球的那一种哦，有没有？然后近看它的材质真的爆炸好，好不好？来哦，可以穿到 XL 哦，站远一点给你们看，可以穿到 XL 哦，可以穿到 XL。好 ，OK， 然后再来是我的裤子，来，我的裤子呢有两个颜色，然后是这一个牌子的 JUN， 这个牌子呢其实在韩国其实也算很有名。然后它也是这个这一间啊，也是我在接触韩国裤子就有了，有在接触韩国衣服就有这个牌子了。这个牌子其实也很久很久了，他们家也是屹立不摇，然后他们家也是专门在做裤子的。然后现在来这一款呢，它是做宽裤，然后我现在穿的是黑色，然后还有这是什么色？咖啡。它有点咖啡橘，它的颜色呢有点咖啡，有点橘色，咖啡橘的颜色。来，编号16号，然后你看它口袋多特别，它的口袋呢是做这样子的，有没有？这样子横的口袋，然后这边还有做一个装饰扣，很像这边加了一条，可是不是哦，它是直接是在布料上面的，它整个是车在布料上面的，
有没有？它这一条是弄不出来的，它是整个车在布料上面，然后后面是松紧带，前面是扣子，有拉链，后面口袋呢也很特别，看它的车线，有没有？它的装饰线，而且它口袋是做小小的而已。然后我穿的这是黑色，黑色，它口袋是做小小的而已。来，有分尺寸啊，有分 S、M、L、XL， 有分 S、M、L、XL。我现在穿的是 L， 我现在穿的是 L 号 ，L 号舒服，穿 M 号也可以，可是我觉得我要穿 L 号，腰这里比较舒服，才不会勒出肉肉来，好不好？勒出肉肉来。然后黑色是这样，哎，这个宽裤真的很好穿呢、欸。宽裤真的很舒服，有时候不想要让牛仔裤瘦掉哎，就有时候就要来一两件这种宽裤，因为有时候我们要想要穿舒服的啊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你看它的下摆，裤管下摆这里也是加宽车线，加宽然后车线，然后里面刷毛，薄刷，短刷毛，短刷毛不是长拢哦，长拢过来，加拢，加拢皮也嘛做长，啊长拢规面肌嘛做长。对，它里面这种是短刷嘛，就是这种微微薄刷啦，真的算 薄刷而已，它不是厚刷，而且它这种是宽裤，你也穿起来也不会感觉到你在穿刷毛裤，真的，因为它是宽的，它是宽的，这个骑车很舒服哎、欸，这个也可以穿去那个韩国，寒冷的国家也可以，穿去寒冷的国家也可以，有没有？那我现在穿的是黑色。来，还有是什么色？咖啡，我一直很想讲橘。咖啡，咖啡色，很便宜耶，这件打折下来才1210，好便宜哦。对，然后它外面这一层啊，你摸起来有点很像水蜜桃绒，就是摸起来有点绵绵柔柔的，不是衬衫棉哦，它摸起来是怎样呢？很像你在摸水蜜桃，有没有？你想要怎么想象这一个触感？你去买一颗水蜜桃回来摸。要，没有水蜜桃。啊？水蜜桃没有水蜜桃。现在没有水蜜桃。现在没有。啊，我不用买。现在只有草莓。不用买，不用买。你去水果店偷摸一下。哎，好、欸，那以后对呀、啊，那以后你才会知道我在讲什么啊，对不对？有看到水蜜桃，你就给他摸个一把。对吗？小姐，小姐，忙 OK， 我要帮忙啊，再也不嫌麻烦。你就摸一下哦。原来阿云讲的可以，原来阿云讲的水蜜桃就是哦，这个刚刚水蜜桃肉，摸起来就很像在摸一颗水蜜桃，很舒服。其实这种面料啊，在韩国他们也很常用这种面料，滚溜的感觉。没错，那我先拍照。嗯，滚溜。下次就要整颗汉堡吃光光，下次就跟你当然一样了，就是要吃播的时候不要吃晚餐，好饱。好，等一下，对，跟我讲就好。好，不用劳驾你起立起来，起立吗？要不然你就说抖一下，抖一下，抖抖。好，来我换咖啡哦。咖
你早单哦。这次去要带那个班次里，我讲怎样，我就搭。干到都会流鼻血。哦，我儿子早上也是流鼻血。对啊，干到会流鼻血。我儿子超会流鼻血，烦死了。你鼻炎心撞我。动不动就流鼻血啊！我女儿之前是，她现在比较好，现在比较好一点了。哦，现在睡觉起来哦，全部都是血。对啊。你干嘛死耶？恐怖的方法，你惊着。对啊。对啊。刚才一阵脚痛。来啦！来，你们看哦，我这个。就是穿 M 号的，有没有就比较合？卡车这边有没有比较合一点？对，比较合。如果是我，我会买 L 号，因为我想要穿有点微微松松的感觉，会比较好看，就不会觉得说你整个的臀型被 hold 住，被看到，就是整个臀型会被人家就是我会讲的就有点害羞。我现在就是可能生完了有没有，就会觉得不想要让那个臀，那个卡车那么的明显。然后就会想要挑一点有点微松，可是又不是很宽的那一种，有点微微松松的那一种裤子。然后我现在穿的是咖啡哦，咖啡就有点咖啡橘。然后你们要怎么拿尺寸呢？很难欸，就有四个尺寸。对，要怎么挑尺寸呢？我觉得正常尺寸拿也可以，因为它会松啊。对，正常尺寸拿。因为你看这件 M 号，我也是可以穿正常尺寸拿，好不好？你穿 S 就拿 S， 穿 M 号就拿 M 号，穿 L 就拿 L， 以此类推，它就是有到 XL 号，有到 XL 号。好嘞，了解。请问可以再试穿05蓝色的裤子吗？05是哪一个？前面那个西装裤吗？啊？对对对对。哦，好。等等换哦，等等换哦，我先拍照。我这边是几号？16。下一款，来哦，可爱的来了，可爱的，然后好好穿哦，它好轻哦，完全感觉没有穿衣服的感觉。然后呢，这件呢有三个颜色哦。来，编号17号，有三个颜色，有黑色、灰色还有白色。这件超可爱的，而且它很轻。然后呢？你看哦，重点是它的手袖这里哦，有车这个 Mickey， 对不对？英文是 Mickey 吧？手袖这边有绣这个英文 Mickey， 超可爱，而且很轻哦，哎，很暖呢，超保暖的。有没有穿这个就不用穿外套啦？有没有还有人穿这个？然后你里面再穿一件内搭，你再配件内搭出来就可以了，就是不用穿外套，因为我觉得好暖，好像。抱一个棉被在身躯，然后有三个颜色，有帽子哦。然后呢，它前面这边它属于比较长版，所以你里面你可以配你比较合身的那种内搭裤，或是比较合身的牛仔裤，配起来就很好看了。然后呢，这一件超便宜，然后它前面这个 Mickey 啊，是整只印上去的，有没有？是整只的哦，掐起来的，它是印起。它不是那种黏，它不是黏的哦，它是那种很像车上去的，比较立体的感觉，很好看哦，三个颜色。来，编号17号，黑灰白，然后呢，它是连袖，
胸宽71，袖长70，很长，真的很长。然后袖宽24，衣长76，下摆50公分，可以从 S 到 XL 都可以穿。然后这个也是客人的，因为 他留下来了。来，这件超可爱、超好看，真的很轻、很舒服哦，只要850，只要850，只要850，超可爱的，然后真的非常轻。它的左手这边就是有绣那个英文字母 Mickey， 不是 Mickey， 然后后面是帽子，它属于比较长版，所以你里面配内搭裤，配刷毛的那种内搭裤，合身的牛仔裤起来很好看。然后可以再配一双靴子 ，good， 超好看的，好不好？然后喜欢的话，直接在线上加17，黑加17，灰加17，白加一，只要850，秀，850，超可爱。然后有口袋哦，前面有两个口袋，后面是这样素素的。然后现在韩国很流行穿这样，然后配那种 legging， 就是那种合身的内搭裤。所以喜欢的话，直接在线上加一哦，好不好，果粉们？啊，好热哦！真的，来05的蓝，来05的蓝，05的蓝，蓝，05的蓝，蓝色的蓝。谁要看蓝呢？05的蓝，好看，嗯，超可爱。对，你上衣可以配米白色、黑色，都可以晒。是哪位？不知道，谁？16的咖啡色宽裤有刷码吗？有。没刷码。没刷码。有刷码哦，16有刷码哦。宝宝，宝宝刷。宝宝刷。宝宝刷而已。宝宝刷。没刷码，来蓝色，有没有看到？蓝色好看。Yes， 加长音。Yes， 很特别啦。其实它这个你可以，安哥你来这喜欢，这一包刷码嘞。哎呀，请他找大 L 大 L 啊那里。哎，我刷码是舒服哎。对啊。哦。好舒服哦！来后面呢，再看一下哦。可以看05的黄吗？05的黄，好，这里蓝黄，好胖哦，要输哦。它有点偏绿，黄绿黄绿，因为它有绿啊。哦，对，它有点黄又有点绿，有点金色啦，没蒙黄。每个人的认知颜色真的都不一样哎。对，好嘞，可以，三个色，好，就胖哎，就胖哎，其他就胖，嗯，很有型的啦。对。很有型一件裤子，裤脚不要反折哦。好，你很高吼。对，在头吗？春男，春男，我因为到春男都没看好，春男还蛮高的。啊嘞，我是琼英。哦，琼英哦。很高吗？你们很高。怎么这样？可是我的脚就是比例够长哦。真的够长，很多裤子我穿起来大概都是7-8分，7.5分、8分，真的。它这一件呢、啊，你看到、哦、我已经拉到我肚脐这里了，是很舒服的位置，然后穿起来是长170，哦，够啦，够，它的长度够。背痛吗？你170哦，上面空气不错哦。上面空气都空气都没有人跟你抢，很舒服。对，像我们这一个阶段的。我们160有没有155-160这个阶段的空气都很稀薄，因为都用输气啊。170上面的空气很好。好，这样子裤脚够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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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它长度还蛮长的。OK， 换下一款，惠成也170，哇塞，您卡拢乐开呀、啊？你打拢加乐开哦。啊，我行啊，我行啊，文雄 A。安尼，我两个是哈比人诶，我两个上 A 呢。哇，你们都好高哦。标准。我们标准吗？哦，你们好高哦，170耶。上衣放轻，那你们很适合来穿这一件诶。这也是长的。对，它也是长版的。好热。好。好痛。好热哦！我的妈呀，我的背在冒火。好。我的卡加片在发挥啊！不客气，背痛嘛。我换一件衫，那稍等，换一件。
这件裤子也很好看哎、欸，我觉得裤子很好看。来，裤子是编号18，裤子是编号18号。然后花花上衣是几号？4号吗？好，4号哦，花花上衣4号，颜色有灰跟杏，好，灰跟杏。来，编号18号，颜色有咖、黑，还有杏，咖、黑、杏，咖、黑、杏。编号18号，而且它的 CP 值很高，这一件你们也可以加 ，CP 值超高的。它里面呢，我看一下有没有刷毛，薄刷，它里面是薄刷毛，薄刷毛哦，是薄刷，不是那种厚刷，是薄刷。重点是它一件只要1080哎、欸，它这件裤子只要1080，然后穿到 XL 号哦，版型很好看，我可以拉给你们看。然后我身上这个是杏，哎、欸，我身上是杏，你看哦，你看它的腰尾弹性真的很大，腰尾的弹性真的很大，所以我跟你说 CP 值真的很高。它里面就是这种薄刷毛，薄刷毛，然后我觉得它三色都很好看，黑色就基本款，然后我觉得比较有颜色的，你们可以买这个颜色，它是杏色，很好搭配，很好搭配，好不好？来，它的腰尾呢是30到58公分，臀围58。大腿33，小腿20，长度93，裤档30，有弹性哦。整件都是有弹性的，整件都是有弹性。然后前面呢是做两个圆弧形的口袋，前面是做两个圆弧形的口袋，很可爱。后面就是没有口袋，是素面的。这一件 S 到 XL 都可以穿，只要1080，颜色有三个颜色哦。很好看，很好搭配。我干嘛？哇，是哟，比我油菜也今天喝啊羹，有没有？哦，羹哦，没羹哦，没得羹。然后我跟你说，咖啡色它的咖啡很漂亮，咖啡跟杏色我也很推，咖啡跟杏我也很推，因为秋冬的颜色你可以，因为黑色可能就比较多，然后我觉得你可以来买这种杏色上衣，你就是可以配咖啡色的黑色的上衣。我觉得配起来也会很好看，就是很好搭配啦。我觉得这两个颜色很好搭配，因为黑色可能有很多，对不对？所以黑色就是正常，你们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加。然后我是推咖啡跟杏色，我觉得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。有没有？它的圆弧形口袋真的很有型哦，真的很有型哦。只要1080呢，你红利回馈下一件才多少钱？不用钱啊？不用钱，好的。只要1026哎、欸，1026哎、欸，天哪，也太便宜了吧！这个甜的啊。对啊，然后它是可以穿到 XL 号的哦，好不好？可以穿到 XL 号，真的喜欢可以加加加。OK。OK。我来请教你多款。我只好有钱。哎。凉。是谁在敲打我窗？刘华。圣诞节来啊，红色绿色哦，看到这两个颜色是不是想到圣诞节，对不对？ Merry Christmas， Merry Christmas， 两个颜色都好看呢、啊、我先换绿色。大树家的，然后这个算铺棉吧？对呀、啊，铺棉的牛仔外套，哦，行，铺棉的格子外套。对，可是它有拼接牛仔，它也有拼接牛仔。那我现在穿的这个是绿色、哎、哦，轻哦，绿色，这个可以穿到 XL 哦，是呀是呀，可以穿到 XL， 它是外套，那你要单。
单穿的话，里面就是加一件内搭，然后全部扣起来，有没有？然后后面是这样，很趴呢，帅哦，小姐，真的很趴，好趴、然后你看到后面这里，手肘这里还补丁，然后这里呀、有一个口袋，然后上面这个蓝色的部分呢是牛仔，是牛仔，里面呢有铺面哦，铺面，它是算一件外套，然后这一件呢打折下来是1870，可以穿到 XL 哦，胸宽60。袖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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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袖长。黑上衣是几号？黑上衣你要私讯，这个私讯，没搭。这个私讯，这个里面还有私讯哦，这个我们自己都有买。来，胸宽60，袖长52，袖宽26，衣长60。这一款有没有？张东东，嘿、hey。张东东嘿，东东，我看到你了，张东东，东东抢，你过年的时候应该耳朵很痒哦，东东东抢，怎么一直在唱我的歌？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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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意思？昨天晚上那个东东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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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抢，东抢，看到你的名字很想要唱东东抢，然后下面这里有也口袋哦，两侧都有口袋，该有的都有，该有的都有，然后我觉得扣起来也会很好看。干杯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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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哈哈！看你那个娃娃的图案好可爱，好可爱哦，好喜欢啊！你还是你的头贴要换娃娃？不好吧？我好喜欢。夜的美，有没有来？它就是很像一件衬衫，一件衬衫，然后后面它会有自己一个蓬蓬的感觉，自己会出来。因为它穿起来是挺的，它是挺版的，挺版的那一种外套，衬衫外套，有没有？然后大树家的哦，大树家的，大树一到处就是这种颜色，水呢？对呀、大树家很少很少会有这种什么一挂球这种颜色，因为他们家几乎都是蓝色，牛仔蓝。然后这个有没有？它应景，应景，应景，就是应过年跟圣诞节的景。有的好像应景，对啊，要应景啊，吼。对，来，我先拍绿色，可以穿到XL哦。包围，包围，喝一杯，怎么不醉？醉，嘿嘿，嘿，好。好，对啊，我换昂起来。来，这穿一件这薄的，然后穿一件这有够，足烧啊，足烧啊，真的足烧。在咱家会知影咧穿啦，真的很烧。可是我跟你说，去韩国啊，是那一件外套最重要。里面呢、你穿一件发热衣，然后再套一件就是外穿的衣服，安尼就好啊。其实他们那边也不适合穿太多。因为他们室内都是放暖气，你进去外套脱掉，这样子才舒服。要不然你穿的四五件那么多件，然后进去把外套脱掉，还是很热，因为它里面是放暖气，你这样会脱不掉，你会很躁郁哎、就是你也跟他说，哦，够热就脏，小热嘛就脏哎，很热你也没办法玩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穿一件很厉害的外套就够了。对啊。对。然后我忘了今天有直播。桂芳，我都没料嘞，我没料，我回家一跪。桂芳，回家一跪到车站，我内心头渐渐打嘿，看人看，迄个吃亲人，阮心上心内小三。刚好。可以有没有跳舞？刚才没看到。13，是哪里？裤子哪一折射线到什么？啊，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来，红色的哦，红色的红格，然后一样一样，它是一样接牛仔，有没有？牛仔，然后配红格，里面铺棉，很轻哦，很轻很轻。福禄嗨 ，Hello。这来你来穿嘛，这你穿较有法啦。好，穿嘛。来，后边是安尼，足好看的哦。帅，你忘了？对，不加
虾怎么呢？要落虾呢？落虾的旅客，请把你的行李准备好。好，把你的行李准备好。好，把你身躯上重要的物件给我擦掉的。什么物件？我好，换下一款。我们的是米呀。最后一款了，耶、yeah, ！现货，现货只有六件。哈口他们家的，哈口他们家的，他我觉得应该是记错颜色，应该是记错颜色。然后我觉得它颜色很好看，刚好是记好看的颜色来。然后刚好记了六件，然后你们要的直接可以在线上加，它颜色真的很好看。然后呢，你看到、哦、它帽子。它帽子是棉的，棉质的，有弹性的，然后它的料真的很薄，很舒服哦，是那种来晚了，对啊，贵方我身上这一组哎，贵方剩我身上最后一组没了，来这个现货只有六件啊，要的你们等一下可以加，因为它是从 S 到 XL 都可以穿，它是有点这样磨毛的面料，磨毛格子，而且灰色超好看，你里面可以配红色的内搭，黑色、白色、浅灰。或是杏色的内搭，我觉得配起来真的很好看。它只有六件而已哦。来，它的尺寸是胸宽70，袖长50，这是抛德加吗？不是，哎，对，是抛德。那不好意思，我讲错，我讲去哈口他们家了，是抛德他们家的，对，抛德的。然后呢，袖宽28，然后你有买哦，好，衣长前面68，后面77。它做前短后长，我觉得它版型真的很好看 ，S 到 XL 都可以穿，只有六件而已哦。要的帮我拿20，什么颜色？黑，20黑加只有六件而已哦，这个真的很实穿，很实穿，好不好？然后两边都有口袋，两边都有做口袋，两边哦都有做口袋，所以它版型真的很好看，里面你搭什么内搭都 OK。高领的、立领的、圆领的内搭都可以，然后里面如果你再穿厚一点点的衣服也可以哦。抛的他们家的抛的，有看没有买？小芳，抛的可以买，而且现货只有六件。有看没有买？小芳说她有看，然后没有买，好看哦。对，然后只要1240，只要1240哦，好不好？赶快，只有六件现货、哦，现货款。真的很有型啊，它就是做前短，然后后长，它旁边有没有？侧边，然后有口袋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对啊？不好意思，我们这边有点短，没有办法。我们这里超短的啊，就想要有时候想要走一个台步不行，走就很快到了。对呀，只有六件而已。刚刚阿姨的裤子有卖过了吗？雄鹰跟阿姨的裤子。那边裤子，哦，那个牛仔有啊，卖过哦。然后是几号？二号？三号？他配格三号吗？都有袖花的。对啊，对三号。来，这件是三号，编号三号，袖花，后面口袋有袖花。然后这一次我们应该会去他们家直播，这个是我们第一次跟就是去他们家直播，不然之前我们有卖过他们家的衣服，很好卖哦，好不好？很好看。这是喷点的，没要调。干杯！琼英，这个是编号三号哦，蓝色，喜欢的话帮我加一。好，那我先拍照喽。好，拍谁啊？凹编号。猪猪吗？耶、yeah! ！来，猪猪，猪猪。
还蛮有质感的，就是真的很像星光三月专柜里面的那一间，有没有？啊，其实那一间衣服真的不便宜，因为一件都要10000多块，真的。然后我跟你说，穿起来的感觉很像，因为我们也有穿过10000多块的，对，穿起来真的很像。可是那样翘要怎么办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口袋不够深的话，就买这个就好了。是，然后其实也可以穿出它的质感跟味道。嗯，好，对。然后再远一点，阿内，还有远一点，远一点，宽的宽裤，宽裤，宽裤。这首歌我孙子超爱跳，对，其实很洗脑哎、欸，他就到哪里都一直在播这个。好哦，那我们今天直播结束啦，可以帮我拍一下拍一套。好，哎、欸，没关系，就不见了。好，已经拿下去吃了。来，我们今天有卖这个，就是我们的礼盒，然后礼盒一样就是有 A 跟 B， 有 A 跟 B， 然后 A 里面有杏仁煎饼。然后还有豆塔两个，还是马卡龙，然后还有碰饼一个，或是 A， 然后 B 的话就是有巧克力核桃饼，然后凤梨酥两个，雪花饼也是两个，绿豆碰一个，然后一盒就是439，两盒就是850，特价850，然后就是希望你们可以加2，好，或是加4这样子，就可以送人家。没错。然后这是我们的礼盒，就是我跟阿允的 logo， 有 logo 哦。哦、然后喜欢的话你们就是算一下看你们数量要几盒，然后就可以私讯哦。我的这背心是几号？12吗？背心12，然后裤子是13，对，然后一整套你就是要分开打，对，12背心上衣裤子，背心上衣裤子，嘿，对，好，12灰加一，然后它还有黑跟咖，是，对，超好看。有灰，灰，怎么讲？咖，然后灰，还有一个黑，对，还有一个黑。官方，你加二要帮我打那个，你要 A A 还是 B B 还是 A B？ 你要 A B 的话，帮我加饼干包加一。对，如果你要各一盒的话，帮我打饼干包加一。对，官方。饼干包加一，这样子就两盒了，没错。对，官方加上去，这个真的很好吃。有，我刚才有讲，就讲那个，对对对，好。官方你就帮我打包加一，就是有各一盒这样子，然后只要850哦，好，官方哎。然后这一套啊，你要整套的就是灰色跟黑色，对。然后咖啡色的背心就只有过年前到货，对，过年前到货。没有裤子，咖啡色是没有裤子。是，然后你要整套的就是灰跟黑。是，阿内，好，啊，自己加哦， okay. 自己加。Okay. 那我们明天一样6点哦，我们明天一样6点，哈、哦，6点哦，你一定要准时上来，贵方6点哦。6点哦，不是8点哦，贵方6点，我等你哦。我们没有8点的吗？我们等你，有啊，在韩国、啊。哦、对，贵方，我们等你哦，明天一定要6点准时上来，贵方。对、啊，好，下播之后可以去购物车检查东西，对不对？先不要结单，明天6点还有一场，是，一起看一看，再一起结单。Okay、最后结单日是下个礼拜一，然后饼干是到12月底，12月底以前去结单，也要赶快去算一下你的亲朋好友，赶快省省来贵耶，然后赶快来后台加，好不好？好，支持一下我们的。品牌，哦，编号哦，编号上衣是那个12号，裤子13号，对，然后裤子有黑灰两个颜色，裤子有黑灰，对，过年前会到哦，贵方过年前会到，裤子有黑灰，你要整套的话可以这样子一套一套加，我觉得这样很好看，好看，这样很好看，嗯，有没有？然后后面是这样，好看，因为这个是特殊款哦，这个在外面真的很少人卖这个，真的，对，然后我觉得这个跟3X1真的很像，对啊，然后穿起来质感真的爆炸好，很轻，它的料真的很好哎、欸，紧到说喝哦，紧到巧喝哎，你收到你就知道那个料子真的，你会叹为观止，对，叹为观止，嘿，很棒，就哇哇、哦，怎么那么好，哇、哦，这怎么哇？